家的门紧紧锁着，家里好像没人，于是只能悻悻回家。果不其然，丈夫长庚又和一对狐朋狗友在家里赌博，整个家乌烟瘴气的，孩子的哭闹也令人心烦。赌吧赌吧，迟早你得死在赌桌上。桂香抱着孩子，嘴里骂骂咧咧地出了门。他又来到了张红租住的小院，这里啊依旧没人。向邻居打听之后，才得知张红一家收拾东西跑路了。得，这肯定是张红养不起孩子才选择离开的，最近这种事儿啊多得很。王桂香也只能先回去再想对策。不说王桂香这边状况，但说她丈夫长庚又出事儿了，因为他又输了个精光，想要翻本却没有赌资，面对别人的催促总是说什么等老婆回来之后就能给钱，显然这种话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。麻友们也听烦了，直接顶了一句，好吗？长庚本来就因为输了钱心情不好，现在在听到这话直接动了手了。等桂香回来的时候，他因为打瞎了别人的一只眼睛正在被人追捕呢，最后锒铛入狱，而王桂香等人也被遣送回了原籍。回到故乡，王桂香还是小心把手里的孩子脱手，他一路打听来到了张红的老家，一番询问结果却得知张红的老家已经没有人了，于是桂香只能带着孩子不甘心地离开这里。其实王桂香也不是一个烂好人，他倒想过丢下孩子，但是小孩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虽然哭着要妈妈，但是却依旧一直跟着王桂香的屁股后头，于是最终王桂香也没有忍下心把他抛弃在大街上。回到县城，王桂香来到了自己以前住的县剧团的宿舍，他以前是剧团的人，不过后来剧团不景气，于是便离开了。谁曾想回来之后剧团直接就关了门呢？据看门的老大爷说呀，剧团里的那些人基本都出去打工去了，有的去了夜总会唱歌，有的嫁给了港商，现在这里也就他一个人了。王桂香还在感叹呢，哪知被长庚打瞎眼睛那伙人家找上了门，前来索要9000块钱的医疗费。王桂香有心撒泼过去啊，不予理会，但是对方临走时直接告诉他，给他2个月的时间，如果凑不出钱来就打瞎他的一只眼。这一下可把王桂香吓坏了，撒泼他在行啊，可是说到动手，自己一个弱女子怎么能斗得过人家呢？这时里屋的伟明出来了，他是王桂香的老相好，王桂香一回来就和他搞到了一起，刚刚有人在这儿他不敢出声，现在人一走他就出来了。他刚刚听到了王桂香的哭声，觉得有一桩生意啊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那就是哭丧。看着王桂香有点错愕的样子，他一边开导一边给他讲着这门赚钱的生意。要说伟明倒还算是一个人物，脑子活，开了一家叫个什么好发财丧葬公司，也算是挣了些钱。现在这个社会死人钱可比活人钱好挣啊，你算算那些病死的、车撞死的、被人杀死的，哪一家不用倒哭丧婆？一个就是30，以后名气起来了还能涨价呢，这就跟明星一样，只不过大家舞台不同而已。听了伟明这个话，王桂香也动心了，毕竟她除了要还债之外，还想要多挣一点钱，早点把丈夫长庚捞出来，于是最后也答应下来。得，本就是江湖儿女，没有什么可矫情的，说干就干。伟明开始给找生意去了，他不但在现火葬场有眼线，而且还时不时窜到医院里观察，就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源。很快呢，第一单生意就上门了，可是因为王桂香以前没有做过这行，这第一次就哭错了人。伟明在一旁给主家说着他是县剧团的红人，让他再给个机会，但王桂香这次却依旧没有把握好，于是第一单生意就这样黄了。王桂香感到很挫败，但是却没有就这样放弃，反而激起了他好胜的性格，于是开始尽心尽力地练习起来。伟明为了不让他分心，还找了户人家把孩子送去了寄养。不过虽然王桂香这么勤奋，但是依旧没有生意，火葬场已经有10多天没有冒烟了，坐不住他找到了伟明，在伟明的安慰下，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花圈上。伟明不怕，最近他老婆生病住院不在家，没多久终于有生意上门了。伟明带着桂香就上了门，亲友们却乎是没有时间哭丧，一个个都在牌桌上坐着呢，于是王桂香的作用就显现了出来。经过这么久的学习，他的业务已经练得很好了，而且他还把戏剧和流行歌曲结合起来，确实要比那些干巴巴的唱法好听，同时也算是发扬传统文化了。有了第一单生意的成功，王桂香的口碑算是立了下来，
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最近这段时间他的嗓子都唱痛了，伟民有心劝他歇一歇，但是桂香还想着挣钱还债以及捞丈夫，决定依旧继续唱下去。伟民没有言语，虽然长庚抢了他的女朋友，但是毕竟三人是一起长起来的，他本来打算出个2000块钱，毕竟他还佩服人家有胆子去北京闯荡呢。桂香一听他这话，瞬间就撇起了嘴。要知道这三年在北京，长庚就整天打牌，基本都是自己在养着的，闯荡是在床上还是在麻将桌上？于是桂香到底还是没有收伟明的钱，要祸害就可着他一个人祸害就行了。没几天，桂香去监狱探监，长庚一见到桂香就十分激动啊，现在他看着可太老实了，还没有一点以前做派。他隔着窗一遍遍地央求桂香快点把他弄出去，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赌博了，一定要好好过日子。旁边的狱警看他太过激动，生怕出什么事儿了，于是没多久就把他带走了。桂香带来的香烟送不进去，于是想要给狱警，但是别人根本不收，他只能一步三回头地离去了，并且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尽早弄到钱，把长庚保释出来。伟明最近的生意也不错，时不时就有人上门，要说他呀确实是会做生意，与时俱进，紧跟热点。店里不但有常规的丧葬用品，还有啥美元大哥大，甚至连纸扎的三杯小姐都有，而且卖得可好呢，客户不是老总就是干部。而另一边桂香的名声也出去了，许多人都点名要他去哭丧，而现在他的价钱自然也提了上来，四邻不安和放声高歌收费200，而高级的绕梁三日和山崩地裂得要500，这些都被他明码标价的写在了价目表上，收费上去了，夫自然也得跟上去啊。现在的桂香不光在零钱苦，就连出殡时也跟着苦，不过这是算时间的，到了时间就结账走人，好赶下一趟，生意嘛就是这样。两人的生意越做越顺，越来越多的人都找到了他们头上，这也能够理解，现在人人生活都好了，大家都是笑容满面的，不过就是亲人的逝去而已，有哭那功夫还不如多多挣钱呢。到现在痛哭流涕俨然已经成了一件很遥远的事情，就像最近的一户人家，三兄弟是县里新晋成名的企业家，家资颇丰，老母故去，现在找到了桂香，直言钱不是问题，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得哭得好，哭得惨，哭得全程都知道他们三个是实打实的孝子。可实际上呢，据说他们的母亲好像就是死于无人赡养，不过桂香也没有计较，荒诞的事情多了去了，自己一个混饭吃的人要什么立场啊？就像他前段时间那会儿哭一条狗，桂香心里当时觉得别扭不愿意去，不过经过伟明的劝说，以及看在那1000块钱的份上，到底还是接了。这人在世上啊，什么都他妈是假的，只有这到手的花花绿绿的纸，那才是真的。人只要有了这种心思，那赚钱就跟印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很快桂香就攒到了10000块钱，伟明也很高兴，甚至和桂香畅想起了未来，他打算成立一个公司，来个一条龙的服务，以后活人归公安局管，死人就归他们管，想想都激动啊。而桂香也很高兴，现在有了这10000块钱，他准备拿一半先去还债，剩下一半用来捞长庚。伟明又说起了那个借他2000块钱的事儿，不过桂香依旧不收，并且怀疑他的用心。伟明听了这话可不干了，拍着
人捅死了，需要一个哭丧的，钱不是问题。桂香想都没想就接了下来。可是第二天，桂香还没有到主家屋里，半路上就接到了伟明的电话，说有急事让他回来一趟。桂香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先回了家。一到家就发现伟明和两个警察在这里。原来前几天长庚越狱了，不过最后还是被找到了。抓捕过程中，长庚拒捕，还试图抢枪，最后被当场击毙。现在就是来通知桂香一声。桂香听闻不发一言，只是麻木地签字画押，麻木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警察走后，伟明有些安慰，让他想哭就哭出来。桂香苦笑，他不想哭，反而觉得解脱了，起码以后不再去为长庚操心了。接着桂香突然问伟明会娶她吗，伟明犹豫了，说这个时候讨论这事不好。桂香不是一个没有眼力见的人，他嗤笑，伟明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娶自己。伟明听到这话也火了，你桂香不也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嫁我吗？这话一说开，大家都挺尴尬的，于是相对无言。沉默良久之后，桂香突然笑了起来，说就是开个玩笑，别当真，然后就出门去了。伟明顿了顿，到底还是没有追出门去。桂香来到主家那儿的时候，灵堂已经布置完毕，她在小房间里沉默地化着妆，外面的三姑六婆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笑，麻将声中近或夹杂着一两句关于张家母猪下崽、李家媳妇偷人的讨论。到时间了，该桂香上场了。不愧是县剧团走出来的人，唱得着实不错，不过人们的注意力却还是都在赌桌上。后来桂香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渐渐唱得动了感情，于是那些新胡牌的人便都有空瞟他一眼，顺便打赏两个红包。终于桂香不唱了，开始哽咽，于是红包愈发多了起来。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红包多了喜极而泣，桂香干脆嚎啕大哭。这下人们更开心了，仿佛是在看一场表演。如果台上是个名角，如果这里不是灵堂，指不定大家都会叫起好来。毕竟我们一向不吝赞赏，并且讲究礼仪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部02年的哭泣的女人是内地著名导演刘边健的代表作，故事很精炼，但却足够黑色幽默和讽刺。片中通过哭丧婆王桂香的种种遭遇，讽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畸形与荒诞，特别是王桂香最后的痛哭。在当时病态的社会之中，不光光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早已死去的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消失的情谊。在那样冰冷的环境之中，这一哭不啻于惊雷暴雨，将这种种丑恶大白于天下，触目惊心，观之令人生寒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哟。另外老烟斗的小说猫仙尊也正在起点火热连载中，希望大家踊跃支持。